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各位朋友晚安，欢迎各位朋友来到陈伯伦的 Sax 晚祷音乐平台。十二月份是圣诞节的月份，所以我会一系列带来三到四首的圣诞节演奏曲子跟各位朋友分享。我们知道再过几天就是十二月二十四号了，耶稣是在十二月二十四号的凌晨诞生，就是二十五号就是圣诞节，所以我们知道二十四号就是平安夜。今天就为各位朋友带来的这首曲子就是 Silent Night 平安夜。在圣经路加福音二章十三到十四节有说到，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好，现在就为各位朋友带来这首圣诞节的曲子 Silent Night 平安夜。希望我今天演奏的曲子与上帝的话语可以陪伴大家度过2017年的平安夜。最后祝各位朋友有一个温暖的夜晚，晚安，再见。